八罗汉鼓，十八罗汉鼓是十八个人，待会儿有十八个人在打吗？不是，八罗汉鼓是一套全球首创以鼓术运动来教导全民的健身教材。十八罗汉是释迦牟尼的护法尊者，作者有感于高雄旗山镇内门山的宋江镇及十八罗汉山之特有文化，将鼓术与十八罗汉拳法融为一体，进而以鼓术运动来提升国力，引领全民进入鼓艺殿堂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就是我们热烈的掌声啊，来欢迎他们带来的十八罗汉鼓，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